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个小甜品。看你这都饿了，你们如果有喜欢吃的，可以来找我，家人们，找我一起吃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不辣，我口味重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一个山东人这么喜欢吃辣。来嘛，他们想看我吃把子肉，看看这个桌脊，哎呀。都是油，好，来两块把子肉，嘎嘎好吃，嘎嘎炫。鸡是高压锅炖的吗？鸡是炖肉桶炖的，因为我们家的肉都是一整块下锅的。哇，去妈呀！我吃肉喝冰水，我真绝了。像个小女孩啊，我本来就不大，过完年我才二十七岁，我们这边喜欢说周岁。再来一块把子肉，反正我是饿了。哎呀，真过瘾呐！吃肉喝凉水老过瘾了，你们可别学我。
喝的啥？喝的西梅汁儿，我妈在旁边给我沏的。两块把的肉，刷点我的小料汁儿。我们家吃这些肉都很入味的，但是我的口味重。我妈知道我口味重，特意就是说给我放的料猛，但是我口味真的特别重，所以说我还得要蘸着辣椒油吃。咱们离得近呀，我现在在北京，家人们，现在没在老家，我现在在北京，我是山东人，我是山东聊城的。山东聊城的今年本来打算是相个亲啥的，跟我一起干直播在北京，但是人家还嫌我太瘦了，家人们，给你们看看我的胳膊，看我这胳膊老细溜了，太瘦了，瘦的皮都有了。所以说人我妈说了，让我今年年底的时候得胖到怎么地也得胖到85斤。我这个孩子吧，平时就是说不直播的时候也是吃的多，吃的猛，吃的凶，来块大肉肉。买房子了吗？没有，老铁，没买房子，不够资质，因为我没有交社保。在北京买房子需要交5年社保，家人们。哎，再来点火鸡面酱，我喜欢吃辣的。你怎么没在新工作室啊？老铁，我在工作室呢，我现在在新工作室。我新工作室的背景墙跟我老工作室的背景墙是一个颜色，因为我们吃播都得要食物要亮一点，就买这个黄色的。吃面食会胖一点的，吃面食不好消化，老铁，容易积食。我不喜欢吃面食，我就喜欢吃肉。哎，我打的嗝都是肉嗝。我和你一个地方的，晚上好，家人们，来吧，姐妹们，尝一块我妈今天给我炖的，妈都脱骨了，太香了。我妈给我炖的这个五花肉啊，五花三层的，真的很香啊。我的个妈呀，这家伙要是说蘸个我的小料汁儿，那不得香拽拽呀。到时候让我爹上来给你们吃肉啊，我爹说了他想上来吃肉，来个我的料汁儿。刚才喝的太凉了，嗯呐，我喜欢吃肉喝凉水，老铁，我喜欢吃肉喝凉水，这是我的爱好，这是我的小癖好，看着都好吃，嗯呐，来家人们点点小红心啊，我要吃两块大肉，蘸满辣椒油的肉，老铁。哎呀，我对我自己可是真的是绝了，来吧，哎呀，来上一口啊！妈，你把我爸叫过来吧，到时候让我爸上来吃好吃的。哎，别让他喝了，让他上来吃好吃。老爸，别喝面条了，来吃肉。来，后边当保镖。哦，别喝面条了，喝啥面条味儿？你跟我直播还喝面条？来，我爸，跟老铁们打声招呼。哎，人呢？你看，我爹搁那里整理一下仪容仪表，留了个小辫儿。我爹老时尚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小吃货呀，小吃货。爸，你看他们都叫我小吃货。啊，他是小吃货，他老吃货。哎呀，你说小吃货怎么好找对象呢，家人们？嗯。虽然我不是吃货，我是吃货他爹。嗯，真的，小姐们，我这我不好找对象。我估计我再这么吃下去，我就要孤独终老了，家人们。不会的。嗯。嗯，叔叔的辫子呢？对，在后边呢。在后边呢。你叔叔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辫子给妥协的剪下去。嗯，刷了半天的酱都又刷掉了。哦，你是想看我吃这个酱是吧？好，不用害怕，老铁，整的跟我不吃辣似的。我是小辣王，我是辣妹子，给你们来一口。嗯，不会的，姐妹们啊，我就爱吃辣，你放心，我是实打实的辣妹。来一口啊，给我做媳妇儿呗。不行，老铁，我怕吃穷你了。真的给你做媳妇儿，我害怕吃穷你了，家人们啊，皮都掉了，给我来吧，来口腊肉，这才叫真正的腊肉。嗯，又辣又香。嗯，好吃了，馋的我都流口水了，给你，我先咽咽得了啊。你尝了，来吃一口。那我吃不了。嗯，他吃不了，老铁，吃播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对，还行，我觉得不是很辣。什么时候去东北吃那个麻辣烫，挑战那个麻辣烫就好了。一会儿说没对象，一会儿又说老公。嗯，老铁他是我老爸，他要是我老公我就不糊了，家人们，我干嘛要嫁老头啊？没说过老公，老铁啊。
我爸家嘛，他是我保镖。我说我年底要去谈，就找对象。因为老公，我今年21，我们老家说虚岁，我就是22虚岁。我过完明年我就23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？现在多重啊？我现在78斤，老铁，现在78斤。来吧，喝口水。他要真有老公，老铁，有他老公帮着我能轻省了。没有，我是他老爹啊。你说我待会儿要窜稀了怎么办？窜稀呀？嗯，窜稀就辣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赶紧把肉吃了，人家等着我吃肉。嗯，他说的是老工作室啊。对，老铁，哦，我说的是老工作室，家人们，就以前的工作室。来吧，再来一块这个肥啊，这个肥，来，老爹吃一口。哎，我可吃不了。来吧。嗯。啊。吃不了。吃不了，你吃不了，你这你吃啥呀你啊？我就配面条。多高啊？1.62米，家人们。哎呀，吃什么？你就配吃面条。吃什么面条？跟着你姑娘当吃播还配吃面条？那别人吃不了，我这只能吃面条。咱就那命。嗯。找对象没呀？没呢，因为我太瘦了，不好找。嗯，来，宝贝，给我擦擦嘴。好。你爸看着像坏蛋。坏蛋啊？那看说坏蛋就过对了啊！我是个老坏蛋，老铁啊！你眼力证明太高了。我是有名的，我跟你说啊，在我们市场，老铁们啊，都号称三哥啊，叫三哥。嗯，这样吧，三哥，老铁们，你明白啊？嗯，你爸咋成这样了？我爹想当明星，我爹觉得这样比较风流倜傥，是吧？想给我找个小妈。那个不行。啊，这个方面我有你老妈，我弄着我拿捏我死死的啊，这个弄不了啊。嗯，这不就那个3年那个口罩吗？我没理发弄成了啊。嗯，你去给我端盘肉。好，端盘肉，赶紧快点上来，咱俩一起吃。好，我让他下去端盘肉，我快吃完了。你替你闺女吃一口吧。我吃不了，老铁，我快给我端盘肉，赶紧的，快点，现在马上。老铁，我一会儿让他吃别的啊，咱别为难他了。我爸那个是以前我的老厨师，后来我搬了家之后他就不给我做饭了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实体生意，他对我挺好的，家人们。爸爸很幽默，嗯，从小好，哇，猪大肠我的最爱，别点小红心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别为难他了。我爸这个人其实挺好的，他从小的时候就对我好，真的，我要过啥，我的第一部手机都是我爸给我买的。叔叔你怎么瘦的？姐妹几个呀？3个。我是老大。嗯，来吧，来个猪大肠。好，裙子有链接吗？这不是裙子，家人们，这个是小背心儿。这不是裙子，家人们啊，这是一个小背心儿。说说我是怎么瘦的？我是饿瘦的，家人们，就是纯饿饿的，因为我之前吧。体质也非常不好，有的时候老不上厕所啥的。来个九转猪大肠，你一天吃几顿饭？我一天吃好几顿，我醒来就吃，然后闭眼就睡，我通过吃东西来麻痹我自己。走过的路过老铁啊，给莹莹点点关注啊，点点红心，点关注。我喜欢吃肉喝冰水，老铁，你们不要向我学习，否则会拉肚子。来吧，来个九转猪大肠。对，哎呀，再给我来个好吃的，妈妈。好，嗯嗯。哎呀，别让他吃肉了，家人们，我爸爸吃不了肉，他今天出去送货，他就跟那个，你知道我爸现在干什么吗？我爸以前是当老板的，现在我爸爸就是现在就是跟那个美菜，就是说网上送菜的那种，就是说送餐的一样。他今天刚回来。你看他身上的衣服，来往前往前，嗯，你看，老铁，你看他身上的衣服，老脏了，家人们，
真的泡小圈，就是干苦力活的。这出汗出的老铁啊！对，我吃这些肉，老铁，我待会儿我吃这肉，待会儿我吃啊，我吃这些肉都是我直播食材，所以说不让他吃。咱们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他挺可怜的，也不容易，家人们也不容易，都是为了生活把这个递给我。我待会儿吃，老铁啊，待会儿吃。我给我爹，他既然来我直播间了，对吧？来者就是客，我们就得让他吃点好吃的。拿这个抹布擦一下，没事，你别管，来擦一下。好嘞，来，拿给我吧。好，谢谢妈妈。来，那个台子拿过来，我给他吃个好吃的。我多大呀？我21岁，属马的，00后，然后也没有上大学，学习也不好。说实话，我爹对我的期望挺大的，可能是因为家里的，我是家里的老大。美女有手毛吗？对，我皮肤比较干，家人们，我是家里的老大。来，妈，你把那个土豆丝拿过来，我给他炒弄点那个土豆丝。作为家长呢，对每个孩子都期望挺大。啊，行，你不用说了、嗯，先吃饭吧，爹，没吃饭呢，来坐我旁边，煮什么面条子呀？天到晚的。你爸只配吃面条。嗯，是你姑娘，我那个啥，我没有能力，只配让老爹吃面条。你那会吃什么山珍海味，晚上我也吃不了，是吧？对，行，嗯，就这样，老铁，我的父亲都是就老农民嘛，平平淡淡的，对，他们也就吃点家常菜，嗯，像什么肉啊，他们也不爱吃，嗯，因为我说实话，这么晚让他们吃这些肉啥，给你再放点黄瓜丝儿，好，黄瓜丝儿香啊，嗯、来你就坐我旁边，坐主位啊，坐 C 位来。给你准备的华伦炖子，今天父亲节专场啊！父亲节过了，618也没好好陪你过父亲节啊！嗯、今天就相当于，不，那个今年的父亲节，人家都公布了，就是那什么，就是四个字儿：节日快乐。嗯、父亲节嘛，是就那样。哎呀，嗯、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哎，这是我最爱。你给我拿个生菜叶嘛，我再包个卷生菜的。嗯，来吧，再来一个。有蚊香叶吗？没有，老铁。